第68课小奏鸣曲36号作品一第二乐章克莱曼蒂作曲。各位同学好，我是钢琴老师谢明琪。我们继续学习克莱曼蒂的小奏鸣曲第二乐章。这个乐章是写于 F 大调，属于 C 大调的下属调。第一和第三乐章都是写在 C 大调上。第二乐章是一个小型的奏鸣曲形式，一共有三段：城市部、发展部和在线部。速度上是行板。拍号是3/4拍，也就是4分音符的一拍，每小节有3拍，在城市部和在线部各有2个主题，不一样的是第二主题在城市部的第9小节转调至属调 C 大调，而在线部小节2/3的第二主题则留在调号 F 大调上，因为这时音乐已经快结束了。音乐的结构是主音肢体，也就是主旋律加伴奏，因此右手的旋律必须弹得比左手的3连音伴奏大声。在小节3/21和/25的装饰奏，颤音需由上方音弹起，这是古典乐派的弹法。FZ 在小节8/13和/15是 Forzando 的缩写，意大利文是加把劲的意思。克莱曼蒂常用这个符号加强在渐强记号后的音符。弹奏时注意音色的平衡，您可以加点踏板让声音更好听。这是一首愉快的曲子。